次都头皮。手机我得带着。我都开始录了啊。嗯。像我们去那个去比较晒的地方，就是它是那个晒后修复的那种。头发就是女生的第二张脸，这很重要，知道吧？不会再有东西没有带。我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你把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封锁在这个袋子里头，一起展开我们未知的旅行。现在就放啊？对，然后你可以装起来。就知道。你现在想给谁打个电话或者留个言吗？你打过了，不用打了。来了。好，交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是规则。这个是我们这次发给你们大家使用的 vivo 手机。我们有手机吗？就是有一个不请之请，我是杨佑宁。啊，我知道。然后呢，是这样，因为我的钱包被收走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跟你们借200块车钱，等我回来，我就亲自来还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我整个背都流汗。不好意思，200应该够吧？啊，应该够，应该够的啊。好，我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过节。没收手机和钱包，只是花哨的手段之一。接下来，两个导游候选人的命运也将揭开谜底。